讲呢，已经是74年大台南新闻记者工会十号伫下营田妈妈举行着九一记者一个庆祝活动，包括着副市长叶铁山、甲前副市长甘顺泽，佮有多位的委员、员人到场来参加上当闹热。这场活动原先是伫9月3号特别举行，因讲海葵风台过境延到10号。理事长柯林武表示讲，大台南新闻记者工会前身是台南县新闻记者工会，伫民国38年就成立，伫台南县市合并了，改名变成大台南新闻记者工会，已经有74年的历史了，会当讲是台南地区成立上久的新闻媒体团体。而这个参会真侪平台甲单位机关，人到场都是提供着无彩品来动容。副市长叶铁山是代表市长来出席参加嘛，肯定媒体朋友为政府机关甲基层来发声，同时嘛发挥着第四权的执行力量，特地来肯定甲鼓励。民主社会会当讲是非常重要的，透过媒体会当让咱的政府的政策更加透明，让侪侪人会当去了解着政府的政策。媒体嘛有一个监督政府的这个功能所在就对了吼，所以一个政府要进步，其实媒体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伊活动有这澎湃的菜肴，甲搭配着丰富冒菜，是闹个滚滚。南天新闻台影像彩虹报道。